我快得很，你们等我，我们吃完饭我就行动。我干又干啥？你真要跟我吃饭吗？哎呀，你吃嘛，你连锁全部都给你吃。就是我不可能让你弄了，啷个行？你肯定会冒你。你才敢耍我，有种事早就不是。哎呦，不能我让不是我说还有事情。你想坑我？兄弟们，兄弟们！别讲话，好好教训你。你敢来嘛？刘丽欺负家哥？没有啊，哥，我们玩游戏。你看，我不玩这个帅兔子的。他们一周新派10000大军偷袭北极关口，所以我才表面派20万军队防守北极，跟他不在意。还说派50万大军偷袭油江关口，是他的动作，我们欺负到。行，你们欺负家哥就好。嗯，公安说就先走了。啊，我的油江哥，我们就要死了，就是你们结束我。我也爆炸了。